说你要讲那个吸毒好了，像吸大麻，就是很昏而已啊，吸大快感也不是很高啊，就是很昏呢、啊。那西安非他命会造成怎样？头很痛，因为它很胀，你知道，一直就搞你头很痛而已，然后一直打手枪，一直打手枪打3天呢。你说3天浪费在打手枪，你这也很好笑啊！我打手枪我30秒解决，我干嘛要花3天呢、啊？你就是那样子，我就知道他会浪费我3天时间，然后都在打手枪，那 我就不用了嘛，我做些别的事嘛。就大概知道就这样而已啊，我干嘛浪费这时间呢？就希望他们就头很痛而已啊，一直很胀，有没有？就一直很胀而已啊。我干嘛打手枪3天呢？嗯，打30秒就好了，我干嘛3天？